Hello， 大家好。在澳门的老城区的巷仔里面呢，往往隐藏了一些比较怀旧的老店。这些老店的客户呢，主要是附近的街坊来的，他们的饼呢都会在这里去生产。虽然呢就种类不是很多，因为始终都要自己生产的嘛，它不是大厂机器做的嘛。这里的蛋糕啊、饼啊，全部都是新鲜自己去做出来的。款式不多的同时呢，生产的量也都不多。最主要是他们要确保这些产品的新鲜，所以就是卖晒差不多的时候就会再整一些出来这样咯。这里比较特色的呢，就是这个老婆饼真是招牌来的。他的老婆饼咬下去很松化，很有口感，面头那阵芝麻呢打出来的香味很正。基本上呢，附近的街坊结婚嫁女啊、娶新抱啊，都会在这里买的。亦都會有一些比較新奇的紫菜蛋糕卷、蛋卷啊之類咁嘅嘢啦。呢度啲香蕉糕都唔錯喎，同埋價格都唔貴喎。好，下次再有咩好嘢介紹俾大家，多謝曬。